有点有趣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三个月零五天没有开园了，但其实以前每天人来人往的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我们的动物呢看到了人，看到游客都会不屑一顾，就游客会觉得很稀奇啊，这里有一个小可爱，他们就会，又来了人，又来了人。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，今天因为他们已经三个多月都没有看到游客了，所以今天他们看到这些游客就是好像角色互换，然后他们就看到每看到一个人，他们都会回头望一下，哎，终于有人了。我想他们应该等我们的游客朋友也等了很久吧，欢迎大家来看他们。感觉他们寂寞了很久了。